我觉得新人都是要吃苦的，新人都是玩五斗省的。你不要看做这一行说哦，我要进来我要赚大钱，哦，是不是因为进来之后，然后我就可以有保镖，然后有助理，有亲人车接送 ？Sorry， 不要妄想，在马来西亚不用妄想。我哥哥他们都很严嘛，他的观点是娱乐圈跟选美这一个的环境是黑色的。因为艺人的青春都是有限，你在30岁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到点了，人家会不要你，市场要准备淘汰。但我在那时候还有机会去追，再补回我失去的，然后我没有做足的东西，我现在加倍的去奉还。我受够了，老天爷，为什么你不睁开眼睛？你问我有没有沉淀想放弃的时候，被人家打击到觉得你是好演员吗？我有。如果说要凭我的演技觉得我演戏不好 ，OK， well， 我应该去思考，我应该去看回，然后我再去研究，然后我再来。因为一种米养百种人，我那一套的演戏方式，我的表达的方式，我不能够去要求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我。没有人去十全十美的，我觉得。哪怕是正的也好，负的也好，我照单全收。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退休，不是说钱赚的够不够，而是我心中那团火还没有灭。我跟我自己说，除非到一天是没有人想要再看到吴天宇 Debbie Goh， 我不想要再看到他拍戏。真的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会静静的走掉。但是哪怕还有在一个人的时候，还在给你鼓励说，我想要看你拍戏，其实还可以有机会拍戏，我做到奶奶我还是会做，所以我不会退休。我现在穿着球鞋还要跑路。